輝哥你好 ，Chris 你好。嗱，金錶嘅女裝咧，即係又係平平地，唔係好貴咧，抵玩嘅，抵玩嘅，即係又可以買到好多嘢，又石啊，又金啊，咁樣有冇選擇先？梗係有嘅，喺泳池，泳池就有咯。OK， 嗱，逐隻睇下先啦，好嘛？好，白雀先啦，好嘛？好，就白雀，60,000有找。嗱，大家睇下呢只啦，誒，放清楚先，呢個就係 Possession 嘅系列啦，係咪60,000有找？最緊要的價錢啫，輝哥，你介紹都係冇乜作用嘅。59发得唔得？最緊要講個價錢。講咗個價錢。最緊要講價錢，係啦。啊，呢個尺寸。啲錶咪好熟噶啦。啊，35啊。有冇咁大應該？係嘛？有冇咁大啊？約啦，約35。34。嗱，不過唔緊要，嗱，最緊要係金錶啊。係。但係又係石字啊。係啊。同埋令得嘅，呢度有粒石嘅。OK。八雀威，八雀勁嘢嚟喎，輝哥。勁嘢啦，梗係。係咪啊 ？Frank Muller 有冇啊，輝哥？梗係有啦，呢只啦。喂，呢只勁嘢喎，真係嗱透。第一我知道係透底嘅。係。咁啊，18.5mm啦，5mm玫瑰金啦，雙曬石啦。咁啲石咧唔係石圈咁簡單喎，係直情咧一半石殼啊，因為個殼咧即係掹到落去三重嘅，係咪啊，輝哥？三行嘅喎，係啊。三行石啊，然之後，咁啊仲有咧係一隻自動錶喎，係嘛？係啦。透底喎，係嘛？係。輝哥，佢嘅舵用咩做？考你啊！金陀系啦，系 PT 嘅，系啊 ，PT 950啊，金喎 ，PT 950 18K 喎 ，OK， 咁啊勁啲嘅，即系系嘛，即系物料上，輝哥勞力士60,000+有冇得搞？有咩選擇？嗱，有兩隻嘅，嗱呢個 size 咧係27 size， 咁啊白金 Cellini 係石字有石腳，係啦，係啦，兩個石腳啦，就18K 金殼啦，同埋係。接扣嘅噃，金扣18K 白金，白金嚟嘅呢個係 ，OK 62,000就六，係咪石圈？嗱，你見到個面色有啲唔同嘅，咁呢個就係淺紫色，好淺嘅紫色。頭先呢只咧就淺粉紅色，係啦，雖然好接近，但係有少少唔同。咁呢個咧配咗一條綠色嘅帶啦，頭先嗰只咧就配粉紅色帶啦，係，咁啊都係個白金接扣嘅。但系呢個咧係平啲嘅，個原因就係咧呢個位冇石，腳冇石，但系咧佢整咗石圈，同埋裏邊咧整咗羅馬字啊，白金羅馬字。白金羅馬係啦，62,000，係啦，中意石字石腳咧就可以呢只65,500，冇錯，係咪啊？差唔多啫，即係都唔係爭嗰，最主要買個款啦，唔係爭嗰3,000+噶啦。哇！依個先重頭戲。哇！輝哥呢只講價錢先好嘛？係啦，依個金錶咧，睇下先，睇下寫咩先。29,800，一減再減喎，輝哥個重點係一減再減，本來唔係，本來係30,000+喎，折咗都30,000+喎。而家29,800，29,800，係啊，供應商 OK， 落價，落價啦，貨尾落價，機械喎。喂，輝哥呢只好嘢喎，金錶喎，輝哥嗱呢個大，係咪南鋼螺絲啊？南鋼螺絲係咪唔係南鋼絲？係咪南鋼指針啊？是不是南鋼指針？是咯，絕對是啦。是不是寶基色啊？放大一點先。是不是寶基南鋼針？是啦。喂，輝哥，這個是不是好像人家的金幣邊的嘛？是啊。喂，這是女裝來的，尺寸如何呢？是不是？這個尺寸大概有31度了。是啦，約31度mm。喂，嗱，這個呢就配了一個代用帶啦。其實它原裝呢是一個。原裝就是這隻帶。哇，條帶幾靚啊。是啊。這個是 K 金帶來的。K 金球。是啦。就是這個。是啦，皮帶，原裝皮帶加原裝的，是啦。現在 reserve 住而已。輝哥，我知道呢。這個呢。Conno Swiss 呢。那個盒呢好像很漂亮。輝哥，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現在你。什麼情況？是啊。嗱，依啲證書嗰啲我拎走先啊！證書先靚喎，你嗰個見到。證書咧，嗱，你大家去睇下啦。即係好高級證書㗎，有皮套啊，有限量 number 啊，全部有曬布啊，全部都有曬喺度嘅。都係一隻錶就已經有咁多嘢啦。係啊，有依個皮套啦，有原裝嘅布啦，呢個證書。依個咩牌？呢個係？依個係佢個跟翻佢個錶嗰個牌嚟嘅。哦，係喎，寫住咩？Carreras Lady， 哇！有個有曬 number 嘅，打曬嘅，每一個盒都係獨立 number 嘅。咁嗱，呢個位係咪裝佢嗰個牌啊？呢個位冇錯，佢個牌咧就會擺咗落去依度啦。哇！個設呢個啦，咁特別嘅佢個設計，係啊，好得意嘅。之後你又望住只錶喺度喎，係啦，依個嗰個係槍槍啊嘛。冇錯，冇錯。哇！幾得意喎，喂，輝哥呢個係真係木盒嚟嘅喎。係啊，依度仲有塊攝石，仲有塊攝石喺度㗎，依個位。哇！我覺得呢個牌子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天價，咁啲金錶都係10,000+啦，咁而家折咗幾萬蚊啦，但係咧佢啲配件啊，
無論是個盒啦，或者其他配件的做工咧，係靚過很多二十幾萬的牌子喎。係啊，嗱，係咪輝哥？好精緻嘅呢盒。係喎，呢個係咩牌子啊？輝哥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次 ？Conno Swiss， 價錢29,800。